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好，在天天节优城占领官方这边公告了五音众赵佑云音箱的神兵哈，这次就有三个。好，那我们看一下五音众的龙牙剑，龙牙剑技能名称顺势天兵啊，天兵。那技能的部分主要是主动攻击没有携带有益状态的目标的时候呢，然后伤害可以提高到 5%， 最多到 10%。 剑魂释放绝血的时候呢，可以为召唤者施加随机的一个到两个有益状态，我觉得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至少剑魂你在攻击之后，除了对敌人施加那个魂创之外呢，然后也可以对五音众加一个有益状态，就有点像那个诸葛爱的样子，因为诸葛爱是天赋的部分，对吧？我记得是天赋部分。然后五音众变成剑魂，释放招式绝学之后呢，可以帮剑圣施加一个有益状态，总比没有好啦。对 ，OK， 好。再来是赵佑的部分啊，当然啊，就是五音众这边还可以提升攻击啊，但是对方要携带没有携带有益状态的情况之下，好，再来是赵佑哈。那赵佑的神兵技能主要是额外提高周围两格范围内的所有方的暴击抗性。哦，自身气血越高的话呢，数值会越高，暴击抗性的数值越高，那最多可以提高到8%到15%。那携带庇护时遭受近战攻击的触发先攻哦，遭受近战攻击的时候呢，会触发先攻，每回合可以一次哈。然后携带符佑的时候呢，若受到的伤害不是暴击，则恢复15%到30%的气血。嗯 ，OK， 也就是可以回血了啦。所以他加暴击抗性嘛，然后如果没有被打到暴击的话，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可以恢复气血哦。嗯，不过我自己是没有赵佑啦，所以我对赵佑的研究还不深。不过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用哎、欸。依照这个技能的描述的话，似乎没有比较好用。嗯，暴击抗性的话，当然是有好处啊。可是，我觉得回血这个比较好了。有回血当然是最好的、啊，我觉得像五音众这增加伤害跟增加有益状态，我觉得比较适合。不过我记得打 PVP 现在的坦克主要还是那三只吧，我就是英西、古伦德，另外一只是谁啊？我就三只坦啊。我觉得如果有英西，你要特别用赵佑吗？好。不过依照神兵的顺序啊，我觉得要轮到赵佑还应该还蛮久的。好，再来是云香哈。云香的技能的部分呢，是回合开始的时候呢，若10至7格内有携带燃烧状态的敌方哈，可以获得烁金状态。若以携带烁金状态的时候，能驱散自身的1至2个的有害状态，是11122啦。然后烁金的是移动力加一，然后对战之中伤害减免提高10%到30%，还不错，这个就还不错。然后对战之后移除 ，OK， 对战之后移除，OK， 对战中就是进入那个战斗画面的时候啦。那这个就有点像是灵儿的那个灵儿的冰咒嘛，冰咒我记得是减免30%吧。不过缺点哦，跟灵儿相比的话，因为灵儿有心脸啊，不过云香都没有。如果云香如果还有回血的话，那就很赞了。可惜没有。不过他是说10至7个内有携带燃烧的敌方才会获得烁金啊。OK， 也就是说你要在一个敌人范围之内呢，然后这个敌人有是在 buff 哈。那就是带泰斯啊，先烧一下，要不然云，对啊，对，就是他的触发条件是这样子啊。好，不过这个技能我就觉得还不错啦，
那还有健身，我觉得健身也不错啊。因为赵佑，我实在是没有特别研究他。但是如果以坦克来说，我觉得古伦德跟英西应该目前暂时都很够用了。好，这是我的看法啦。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觉得这次我自己如果啊，这三支的顺序，我应该会排剑圣，然后云香，再来是赵佑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啦，那今天的神兵技能介绍就到这边啦。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感谢各位今天有收看，大家晚安，拜拜。